一般家庭生的孩子4公斤左右就算很重的了，但是近几年来由于生活越来越好，大人和孩子的体重都增加了，越来越多的巨婴接踵而至。根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的报道，佛罗里达州的一名妇女 Chrissy Corbett 在近日产下了重达 6.1 公斤 13.5 磅的女婴，让她自己也不敢置信。 Chrissy 虽然已经是4个孩子的妈了，可是他还是被这个孩子的体重吓到了。他们将孩子取名为 Carla， 卡片上可以看到重量栏写着体重 13.5 磅。由于他是选择剖腹产，因此他并不知道自己生出了那么重的女儿，甚至本来还以为是双胞胎。生完之后他松了一口气，因为在怀孕时他感觉在肚子里的不是婴儿，而是一个已经在学走路的小孩。